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全新節目咩玩法，其實都唔全新啦，拍過好多集㗎啦。OK， 嗱，今集咧我先介紹咗我哋身邊嘅主持先，好介紹完啦。OK， 好啦，咁但係你玩乜嘢？大家估下呢度講窿咧，我相信聰明嘅觀眾都知道我哋玩乜嘢㗎啦。係玩咩啊？那個game叫咩名啊？叫做打地主。地主係鬥嘅 ，OK， 好啦，你个game就系打地鼠啦。咁我个游戏就好简单咧，佢哋就系地鼠揾一个负责打地鼠，得不过游戏规则系点咧？等本鸡嚟介绍下啦。打中地鼠们，即系人类啊，就会加一分；如果打中本鸡，就会扣一分。每一个地鼠最少要出现10次噶。好啦，事不宜迟啦，大家真系要打啦。我哋睇下咧，今日边一个系地鼠王啦。拜拜。系俾人打最多，定最多打赢嗰个啊？人哋出咩出啊？诶，冇咗。 预备！打！嘿！哎呀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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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三、二、一，耶！老师，经过你嘅专业会计师咧，我而家后屘知道你哋咩料啦。阿欧咧，第一欧呢个回合咧系成功获得到五分嘅。恭喜晒！咁啊，有一个本来一个唔计嘅，但系咧佢打到计，但系同时咧打中 Elton。因為大家攬住只雞變面色金牌關係，所以呢一種嘅做法我決定係照計分俾歐嘅。好啦，興助今日咧，你睇佢食啊！開門有咩戰略興助今日你？冇啊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開始！喂，上啦！哎耶！打冇似係打到，好慢啊！打中就開眼狗，開眼狗，咩先計啊？打啦！等你以為實打唔中啊？好係啊！要 keep 住有人出嚟啊！嗰但同時間佢只打中三次，係獲得分數係零啊！心得係嘛？我啊，細個嗰陣時最叻玩咩？打地鼠。知五十年前啊嘛。你係事好講，我睇你攞幾多分啊？件事啊，三、二、一，開始。係啊！最叻玩咩？打地鼠。雞啊！佢已經。天下武功，无坚不破，唯快不破。三、二、一，首先，爸爸好精彩嘅，第一下就打雞，一開始嘅負分開始啊，跟住咧，阿爸爸好叻咧，就係即刻打翻，仲攞翻個平嘅數咯。所以咧，根據我統計咧，阿爸爸咧最尾嘅分數咧都係零嘅。我投訴喎，你投訴啲咩？你出啲頭髮出嚟喎，正啊嘛，係啊，啲地鼠係咁噶嘛，下下夾曬落俾你打，我黐線唔通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嚟！係啊，打中雞，哇！一開波又係打中雞啊！我頭痛，我頭痛，我頭痛，佢嚟啊！佢冇啊！我就嚟呢個兩邊撳住喎。
阿生好冷靜，佢好似 Angel， Angel 好似一個瘋虎咁樣。中啦中啦中啦 ！Angel 啊，中啦中啦！經過了一輪努力之後，他稍微比較歐差一點，他有四分。哇，你贏了，我贏了。最後一個就是閃電鼠。閃電鼠，閃電鼠是真是超音速，真是超音速，超音速。三、二、一，嚟！阻住佢。喂，點解唔係就可以用一次啫咩？係嘅咩？喂，中啊！嚟啦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喂，唔使嚟嘅，唔使嚟嘅。我頭先係咁做，我係咁俾機會你哋㗎。我估計唔到真係，因為計埋已經做好應運嗰下咧 ，Elton 咧係計減曬啲負數，佢都攞咗三分。我好正氣㗎，真係天無眼啦！真係天無眼啦！好啦，我哋咧第一 round 嘅排行榜咧，第一位就係阿歐有五分嘅，第二位就係邊位咧？我哋有兩分嘅，第三位就係 Elton， 做咩事？阿包包同埋 Angel 咧係同時間係獲得呢個雙爆味嘅，大家都係零分嘅 OK。我哋係咪時候要玩？係嗰啲 round two 啊嘛，係啦，即係 round two， 係嗰啲 round two。我 round two 要改下啲規則先，四打一，係 round two 改下規則先。Round two 新規則，今晚嘅成績係會成 1.5 倍嘅。如果唔小心打中本雞，就會扣兩分。地鼠們要伸半個頭出嚟噶。嘿嘿，祝你哋好運啦！三、二、一，開始！一、二、三。喂！又打中邊個啦？慢慢先。一、二、三。我今日唔会输俾同一个人。Twice。祝福你，祝福你啊！嗰啲唔系好够分嘅，可以祝福你啊！你是最棒的，你是最漂亮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竟然同上班的自己加油，你竟然同而家咁拉自己加油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，大家听住，一、二、三。我晕了。
4.5分，一下子同 Elton 咧係睇齊嘅，啲好犀利。而我哋咧，歐咧，佢本身有5分，第二 round 咧，阿 Baba 送分俾佢，又俾1.5分。原本阿歐都係贏㗎啦，佢再加1.5分，之後6.5分就係一個今晚冠軍啊！但係咧，點解我哋唔講 Angel 咧？因為咧，今晚咧最叻嘅咧就係 Angel 咧，係本身第一 round 係0分。第二 round -6分，係-6分啊！佢打咗3次架，再加埋1.5倍嘅加成，佢係獲得-9分啫。Yeah! 厲害！今日根據我哋嘅規則咧，今晚勝出者係 Angel 嘅話，地鼠王啊！佢贏咗個懲罰，贏咗懲罰咧就係 Angel 咧就喺地下度喺度做地鼠，然後咧就係3個打4個打。好啦 ，round 3，我哋嘅 bonus， 最後懲罰啦，懲罰分，大懲罰啦 ，OK。好啦，我哋咧係無限制時間嘅，準備，十次啦，好開始，唔出嚟啊，係咪好慘啊？下面邊邊都個慘啊！你死命做，你仲有冇醒裝？有冇事啊？醒咗啦！我想要你的。